此叫做爬风亲兄弟。阿古以前，闽南有一个山块半山腰，有一个小村庄，村内有一户人家，有三兄弟，老大、老二、老三。因为村内经常有野兽出出入入，所以三兄弟白日三上上山破茶探子，暗暝练武奉神，时间一久，练得一身好功夫。几年后，老二、老三前后娶某，分家过日子。有一段时间，村前村后经常有老虎出现，村民是惊啊死。老二、老三看到这种情况，就商量上山打虎为民除害，就打铁师傅做工锤，了铁棍来打虎。第二日，兄弟两人上山避在树林内，看到老虎，老三把钢锤在老虎面前敲几下，然后就轰了几声，嘴卡跳起来，想要扑落去。老三看准准，把钢锤对准老虎的后背就插落去，然后插在半空中。老二赶紧用铁棍拍住老虎的嘴卡，就安尼，兄弟两人配合把老虎拍死了，跟老虎都去村里。从此以后，兄弟两人以拍虎为生，日子过啊也舒爽。有一日，老三讲一某讲说拍虎的经过。一某听了后，认为老三出大力，老二出来救，但是基本啊杀上罪，实在是不合理。老三想想啊，感觉家己也吃亏。过后，老三按阿婆决定，以后家己上山拍虎，救老二。有一日，老二有代志出门，老三按阿婆甲钢材交铁棍。就算拍虎，两人咪在树林内，看到老虎出现，老三用钢锤把老虎插起来，但是老三因无看到老虎上卡细细数口口错，老三看到因无无办法帮伊，就大声叫救命！救命！救命！老三伊心内轻松，如果无共老虎的嘴卡拍击，就会大事大条。就伫一个关键时阵，老大、老二甲捕头叫铁棍来帮忙，才救倒来一命。就经过这项代志以后，兄弟两人唔敢大主意，兄弟三人同西啊关系愈来愈好。这项代志讲大说，兄弟一心，其力断金。谢谢大家。